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70页，倒数第三行，课题德用圆融啊，三德妙用，分三课。第一课，念皆圆融，请看经文。能于念前住无量意界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。这个四句经文所说的完全是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相。说的是时间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与我们有关系，我们念念求生净土。为什么求生净土？把这一部经念一遍就全明白了啊，这个地方是我们念念祈求的地方啊。变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最好？就是这个地方啊。你看这个地方人他的报身能于念前住无量意界，这一句说的什么？说的是没有时间，念即圆融，一念就是无量劫，无量劫就是一念。念前是极短的时间，短到什么程度？
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这一弹指有这么多年头，我们把它换算，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有多少个微细念头，就是念经。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，32亿8000年再乘7，可以换算出来2100兆次。一秒钟里头有2100兆个念头，这是微细的念头啊！这种微细的念头啊，频率太高了，我们没有概念。它在哪里呢？就在现前，所有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都是在这个高频率之下产生的。这个频率佛经上的名词叫业相，业就是动，不动就没有业了。我们心一动，是意业在造业。口动是言语口在造业，身动是身体在造业，身与意三业。我们的造业从来没有停过，一念前都没有停过。念念都在造业，三业统统有啊。我们迷失了自信之后，就堕落在轮回。轮回住多久了？住了5000劫，没出去过啊。出去之后他再不会回来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像做梦一样，梦中境界你醒了以后再不可能回到旧的梦中。昨天晚上做梦醒过来了，怎么样也回不到昨天晚上梦中，回不去，可以做新的梦。那个梦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不停的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给我们说真话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，念念不住。这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真相。注解里面先把经文的出处交代了，能于念起住无量一切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。上面四句见汤义，
啊，《大宝积经》如来会里面的经文啊，显示本地法身之德。法身没有显现，没有相，他现的相在十宝庄严土经上称之为宝身。那法身就是宝身，宝身就是法身。啊，所以他显本地法身啊，本是根本，就是真如自性。真如自性在极乐世界常寂光净土，称为法身。有没有身的相呢？没有，光就是他的相。光在哪里？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时跟处都有生命。常寂光没有生命，不但没有生命，常寂光还是所现的常寂光的本体啊。常寂光随缘能现万法，就是能现虚空法界。啊，能现没有现，没有起心动念啊，所现的也没有起心动念，自然的。佛经上的名词法而如是，法它本来就是这个样。啊，他为什么会现？外面有感，佛菩萨的感，声闻缘觉的感，六道众生的感，只要有感，他就会有应。感应道教，丝毫不爽啊。那我们现在天天起心动念，有没有感佛？有。佛为什么没有给我们现象？佛有现象，我们看不见。为什么看不见？我们有业障，我们的业障障住我们自己的六根啊，对佛的法身、报身乃至于应化身都不起作用。不起作用不是他没有，这个要知道啊，起作用也不能说他是真有。你说他有，说他没有，已经落在分别执着了，分别执着就是障碍。啊，真正有功夫的人，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，诸佛的三身现在面前，
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啊，为什么没有？了解事实真相，能守一如，能守不二啊！他在所现境界里面，能够观察到全体，全体就是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他没有障碍。那为什么下面两句说出来了？啊，深极诸根，无有增减。深是从总的说，诸根是分别说。啊，诸根指的是六根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意是第六识，第六识的根是第七识。啊，阿赖耶。是六识的总的根本，六识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无有增减，修行正得佛菩萨的果位了，没增。纵然堕落在三恶道，他没解。说明什么？六根的根性，六根的作用，生佛是平等的。啊，六道众生跟化身如来是平等的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这个经文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为什么？你明白之后啊，你就有求必应啊！我求什么？我求圆满的聪明智慧，圆满的大德大能，圆满的向好，这我们心目当中追求的。有没有？有。在哪里？自信本自具足啊！那佛就是教我们，向外求求不到，外面没有，心外无法，啊，到哪里求呢？向内求。所以佛法叫内典，经典叫内典，佛学叫内学，一切都是向内。观音菩萨成佛了，用什么方法？梵文文自信，向内。
他用耳根，那我们用眼根行不行？眼根也要往内去见，不要往外面见。往内就见心啊，耳鼻舌意一佛如是啊，统统要向内啊。向内是自信，把根本找到了。向外是知业，知业是万法无量无边的，那观世音菩萨这个梵文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。怎么个梵文法？实在讲，真有些人会用功的，他就在眼前。净宗这个法门，观世音菩萨修的，怎么修法？听，心里面念佛的音声，我们口不念佛，心里面念佛。不是金刚持，金刚持口动，口不动，默念。默念外面人完全没觉察到，自己耳朵听，听我们心里头念那个佛的音声，有没有？有。别人听不到，我自己听到。你不要听外的声音，专听自己心里念佛的声音，就是梵文。听到什么样的功夫呢？不受外面音声干扰。外面不管声音是什么声音，没听见，只听见念佛的声音。心吗？心。佛经里头有故事，世尊曾经跟过往叫过往做实验，在这个很热闹的活动当中，找一个死囚来做实验，叫这个死囚头上顶了一盆水，告诉他从这个箭头走到箭尾，能够一滴没有撒出来，就赦你无罪，就放你了。如果滴了一滴下来，马上执行砍头。这个囚犯听了之后，确实，这一盆水从街头走到街尾，一滴没漏。国王问他，那些唱歌跳舞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没看到。有没有听到？没听到。
为什么没有听到？我的心只想到水，啊，一滴不能滴下来。他的心就在水上，啊，外面境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那国王相信了，啊，所以海鲜老和尚常说：“天下无难事。”就怕心不转了，这心叫转移。啊，心真能转移，就能见性了。梵文文字性啊，性成无上道。啊，专注。那么我们功夫不得力，原因在哪里？没有专注。我们是用散乱心在念佛，散乱心在闻法。啊，心不能凝聚，成为一心。经文里面讲到修行的方法，只有八个字：发菩提心，业相专念。就行了。啊，净宗教我们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从理上讲，专念任何法门都成就，都能心成无上道。为什么念阿弥陀佛？阿弥陀佛心不转也得理，这可了不起啊！啊，只要能伏烦恼，就决定往生。临命终时，心转，念一句，念十句，都能感应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。啊，这个是无量法门里头所没有的。啊，这就是说明为什么叫我们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念别的，真正是念到一心，专注是一心的，决定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啊！啊，唱歌跳舞在你面前没看见呢，没听见呢，专到这个程度啊，要管大用。不能到这个，还能听到外面声音，还能看到外面色相啊！但是心里头这一句佛号没有间断，这叫待业往生啊！待业往生只有净宗一门。84000法门里面找不到，无量法门里头也找不到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！念了下面，举最胜王金受两品。啊，这个经里头记着有一首偈：若人住一切，这是比喻，尽力常算数，一佛不能知
世尊之受量。啊，这个世尊是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实现的是应身。啊，应身住世八十年。他的报身，他的法身，无量寿啊。真无量不是假无量啊。啊，所以金经云，能于一念，住无量劫，此劫华严，四时无碍法界，十玄门中之十时各法一乘门。十时是讲时间，过去三时，现在三时，未来三时，这叫九世啊。啊，再加上根本的意识，说是啊，十世各法是从众生妄想分别当中产生的幻觉。如果没有起心动念，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！什么叫功夫？不起心不动念，佛的功夫；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菩萨的功夫啊！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是阿罗汉的功夫，没有执着就是清净心现前，没有分别平等心现前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。经常用句子，都在经体上。啊，从哪里学？不执着学。要想不执着，首先要了解事实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事出世间，包括佛法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些法从哪来的？因缘生法。中观论上说得好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这我是佛，佛说的那是空。为什么呢？缘聚好像有，缘散了就没有了。啊，那聪明人不必等待缘散了，缘聚的时候就晓得他是一无所有。啊，所以他能够在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在自性里面，自性里头没有一法是常寂光。所以他不起心不动念，
啊，在十报图里面，这叫一真法界。为什么？这个里头现一切相，能生万法。这些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。啊，所以称为一真。跟十法界比，十法界的相是有生有灭，刹那生灭。啊，十报图里头，念皆月容，啊，所以它没有生灭的现象。但是他不能脱离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不过这个虚妄里头没有生灭相啊，不像设法界，设法界的相有虚妄相啊，很容易看出生灭，这里头没有生灭，没有生命，它是虚妄的，它不是真实的，它有影现，有缘的时候现象，没有缘的时候不现象。啊，影现不同，影不能说它没有，现不能说它真有。这是十报图。无比的微妙啊！啊，大乘佛法这重要概念呢，一些经里头常常提醒的，啊，就是虚妄，虚妄就不会执着，慢慢学着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造业了。啊，起心动念造业啊，那什么业？无始无明的业啊，还不错，没有分别之处，那就是现实报庄严图啊。如果有分别了，那就是四圣法界，有执着了，就是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执着上升最严重的烦恼啊，说不知全是假的啊，自性跟自性所现全是虚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。你可以受用，你不可以执着，就对了。啊，我们说一个很浅显的话，容易懂的话，这一切法，无论是事法、佛法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可以受用啊，就像做梦一样，梦中可以受用，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错了，那就造业了啊，业系轮回，业就变成轮回，那个麻烦就大了啊。所以学佛学什么？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真修行啊，真功夫啊！啊，离开境界，眼不见，耳不听，
啊，行不行？不行。你得清净心，得平等心，一接触现象，马上就乱了。假的不是真的，啊，所以要经得起考验。啊，这个东西就是根尘接触。你是不是清净心？清净没有染污，啊，执着是染污。啊，平等心呢？平等心没动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它是平等的；起心动念就不平等。啊，所以起心不起心不动念。这是定功，菩萨境界。啊，化身菩萨，他的定，寂静自心本定，靠得很近。啊，在这个时候，不定什么缘分一碰，他就开悟了，就见性。啊，南大师跟我们说明，自性是什么样子？他第四句所说的，本无动摇，本来。没有动，没有摇晃，那是什么？自性本定。啊，回归到自性本定，定功得到究竟，得到圆满。啊，这个时候自性起作用。那就是彻照十方三世，照见的，对于变法界虚空界，啊，大全宇宙，小到一毛一尘，你完全通达。明了啊，而且是全宇宙，妙不可言啊！一尘一毛，毛是毛端，毛的尖端，这里面什么？里面有全宇宙啊，很不可思议，宇宙没有缩小。微尘里面的宇宙没有放大，啊，外面的活动它里面有。华严经上告诉我，文殊菩萨有神通，能入微尘里面的世界，啊，那个世界跟外部世界完全一样。诸佛刹土里面供佛听经闻法，我们这个身体多少微尘啊？现在说微中子，一个细胞里面的微中子就说不尽了。细胞比原子大了，原子我们看不见的，一个细胞我们看得见的。啊，一个原子跟微中子比，啊，多少微中子聚在一起
体积等于一个原子。科学家告诉我100亿，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，体积等于一个原子，原子我们肉眼看不见，阿罗汉的天眼能看见。没有大小啊，这个概念要突破。没有高下，没有先后，先后是时间，就是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四方四维上下，全是众生错觉里头产生的。这个概念不是真的，在白法里面称之为不相应心法，不相应就是假的，假中之假了，要把它看破，看破就觉悟了，看破就回头了，回头就是见性，回归自性。啊，回归自性，我相信。他们都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没有一个不去。不管学哪一宗，学哪个法门，学什么样的宗教啊，只要见到自性本定，回归自性，我相信都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多大？无穷大。那个世界上没有时间啊，没有世事古今，没有四方四维上下，自信全体起用，啊，极乐世界的人，即使是同居土下下品人，也做阿惟越致菩萨，那就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，平等的加持，慈悲到究竟圆满的加持，让我们都住在西方极乐世界。什么土啊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，显示出自信的大德大能啊，大慈大悲，大智大慧，在极乐世界圆满看到了。下面说，如静怡华严，这是60卷华严啊，60华严说，知无量劫是一念，知一念即无量劫，言出同时，正于精进一味也。啊，华严
跟无量寿经同一个品位啊，足证精进无一化言。无量寿经真的就是化言，释迦牟尼佛就是频路遮那啊，频路遮那是化身佛，名号翻成中国意思叫遍一切处啊，实际上遍一切时，遍一切处，无时无处不在啊，化身，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。我们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啊，化身上面什么形象都没有，一片光明啊，它现象现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所现的相无量无边，无有穷尽啊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所以要记住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我们的一生在这个世界所遭遇的顺境逆境啊，有苦有乐，通通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。啊，如果没有念头，那就是一片光明，一片光明就成佛。啊，成佛恒顺众生现象，不成佛完全是自己妄想杂念在现象，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。总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自己不造作了，不造作自己就不受啊，诸佛如来不造作，你看他现象，释迦牟尼佛到地球上来，也现入胎啊，坐胎出胎啊，从婴儿慢慢长大啊，少年青年壮年老年，释迦牟尼佛80岁圆寂，啊，他实体相造不造业？不造业。为什么不造业？他那个80年，从入胎到入灭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叫佛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，那叫菩萨。啊，有起心动念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叫阿罗汉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，这个人是六道凡夫。我们修行，行是行为，起心动念是意的行为。
言语口的行为，动作身的行为，叫身口意三业。这些行为里头都有起心动念，都有分别之处，所以造轮回业。什么时候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有执着啊，不是有妄想，妄想就是分别执着，有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妄想太微细，佛说了，拔地才知道，拔地以前不知道。原教初住以上知道，听佛说的，自己没真的，拔地真的了。我们在这上练功啊。学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学不到。我们只学不分别，不执着。真正做到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。跟十八土很近。虽然是方便土，乃至于六道众生待业往生的，待业的往生的人，最低限度要把见思佛住。这个意思是，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以外都不放在心上，心上没有，这叫清净心现前。决定取得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有把握了。你跟阿弥陀佛相应了，这个境界一般人可以做到啊。这是智心一处，把我们的心变成阿弥陀佛。功夫浅的扶住了，烦恼确实不生起了。功夫深的，烦恼消灭了。决定不会起五种见惑、五种思惑。思是贪嗔痴慢疑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取得了。那么大势至菩萨所说的话兑现了。他所讲的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在这个功夫之中，阿弥陀佛会示现给你看。阿弥陀佛会告诉你，会鼓励你，一定告诉你，你还有多长的寿命，
等你寿命到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。你心就定了，等于说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，那上有你的名字，你决定生净土，只要你不退转，你功夫一直念下去。啊，这个时候住娑婆世界，那就很有意义了。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没有退缘，这个世界的孽缘很多，啊，会惹你生贪嗔痴慢疑。极乐世界没这个缘。所以极乐世界进步很慢，这个地方进步非常快速。你在这个功夫上不断向上提升，我们相信10年到20年你就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那个时候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所谓的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，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，是对这种人说的，啊，不是对我们凡夫说的。啊，这就是说，在这个地方速度就加快了，理事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。啊，那么世尊就是毗卢遮那，摩陀隐身教主。这个摩陀是我们居住的这个土地，就是地球。啊，30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地球上，那是隐身。啊，他为我们建立佛陀教育，我们称他为教主。啊，那么一界时发生无量寿佛了，他不迷呀。他的眼神就是法身。为什么？他一生高才受苦，从出生到圆寂80年，没有起心，没动念，换一句话说，虽然现身，他实际上住哪里？他住长吉国。法身佛了，我们看到他的眼神，我们不知道他住在法身呢，住长吉国里头。所以释迦与毗卢遮那与阿弥陀佛不一不异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。这是宇宙真相。我们现在能体会到啊，身上一根汗毛端，身上一粒微中子，
里面都包含圆满的法界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在哪里？在一毛端。在一微尘，如来化身菩萨，无处不见，无时不见，我们怎能欺骗人？不可能啊！啊，造作一切业，无论是善业，无论是恶业，自己不放在心上。诸佛菩萨，包括这些罗汉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不但看得清楚，而且看到你造业受报这些现象，他统统看出来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能看出过去，看到现在，看到未来。啊，我们说他有神通。他有本能，我们今天因为有业障，本能不能现前。啊，他能现前的。啊，下面最后两句：生起诸根，无有正见。表佛身殊妙，由于住本地法身，示现之应身，即具圆满报身德。啊，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了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示现在印度。经典里面所记载的，决定不是虚妄的。啊，佛家戒妄语，所以经典字字句句都是真实是。都是老实话。能相信、能接受、能理解的人有福啊。啊，圆满报身的大德，那就是普度一切众生。佛的应化身统统去除。我们再看下面行文，所以这火为什么啊？前面说出念解圆融啊，这个是报身如来的德相。啊，所以这火为什么？下面解释：如来定慧也，究常无极也。啊，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个定，一个慧。定慧都是自性本来具足的。啊。你看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告诉我们，
他说了五句话。第三句，本自具足，这是定，慧。本自具足是智慧。那第四句说，本无动摇，那是定，自性本定，全是自性里头有的。只要我们心不动，念头不摇摆，摇摆是怀疑。我们不动，不怀疑。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就流出来了，它就起作用了。我们看下面注解。如来定慧究常无起，定者禅定。什么叫禅定？禅是从梵文翻译过来。梵文叫禅诺，中国人喜欢简单，把尾音省掉了，就翻了个禅。解释是静虑，静是心清净，清净是定，它不是死定，它是活的。律很难讲。律是有思想，它又不是真的有思想，真的有思想就有妄念了。那么起心动念扶住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是真的。这是如来的禅定，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的禅定，仅仅有不执着，这是阿罗汉的禅定。禅定的等级太多了，大分分为这个三等。声闻所成证得的，菩萨所证得的，佛所证得的，就是经体上清净平等觉。我们印定我们自己功夫到什么程度，从什么地方去测验自己，就这一句清净平等觉，这是绝对标准。你说我修的功夫再好，我心不清净，你什么也没成就，你依旧是凡夫，你所得的好的人天福报。如果是不好的，修了不少人天福报，乃至于讲经说法，但是心性里头贪嗔痴慢没有真正放下，慈悲喜舍不圆满，非常有可能升到天道，或者升到修罗罗刹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还有强烈的嫉妒心、报复心，你弘法利生福报很大了，当阿修罗王、罗刹王。
佛相近了，果报在三途，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了。搞清楚、搞明白之后，起心动念，自自然然全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只有阿弥陀佛能够帮助我永远脱离六道轮回。就像欧耶大师所说的，哪怕是下下品往生，我也非常欢喜，非常高兴。为什么呢？利就尽苦，得就尽乐了，这还得了吗？随戒定慧，戒是清净心，戒圆满了；定是平等心。慧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称为三无漏学。漏是烦恼的代名词，这三样能让你永远离开烦恼，断烦恼真菩提，阿罗汉只是戒成就。定还不到家，清净心现前，证阿罗汉果。小乘有八个位次，四相四果，大乘在实行位，初心到其性，断证的功夫跟阿罗汉相等，但是智慧比小乘人猛力，会所舍就为究竟，常是通常。简易因为所得了。简易，简是简别，意是不一样，就是现在所讲的不同。不同因为所得。阿罗汉是因为，菩萨是因为。化身菩萨还是因为。只有妙觉是果位，阿弥陀佛成佛了，所以称无极，就常无极，无论是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都是究竟圆满，常通无碍。达到顶点了，故经义为，经的意思这么说法的，佛的禅定智慧，究竟通常，非一切在因为之大事所能得，包括等觉菩萨。等觉菩萨因为最高峰再上去就成佛了，叫妙觉如来。下面底下一颗于法自在谢多德。
前面讲般若得了啊，这些都得，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啊。这才能叫人呢、啊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古大德讲经教学，一定是有修有证，证位不高没关系，他有证，啊，或者是实行位，或者是实住位。别教施主啊，或者是实行为、社会行为能给一切众生说法。啊，这个地方是赞叹的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大家都知道，诸佛对他称赞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所以他于法得最深自在。我们到极乐世界，在阿弥陀佛大会当中也取这个位置，才会离开极乐世界。没有达到这个位置，不会离开极乐世界。啊，这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一定是在极乐世界。啊，最深二字，自唐矣。啊，这是。念老慈悲重要的字句都给我们说出，出在原译本是哪一部经里头的啊，说明字字句句都是有来历的啊，不是自己随便用一个字不可以啊，心里烦恼之悉复通达无碍为之自在，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了，得大自在啊，这样才能够教化一切众生。也有菩萨，因为他在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以48愿最深智慧自在为神加持你，你也是在
念情，接受弥陀的加持，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。有这样殊胜的利益了。你要是大悲心、慈悲心恳切，我有了这个能力了，看到十法界、六道轮回众生苦，你就不忍心，立刻就下来了。下来之后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用什么身。完全跟众生感应道交。众生有感，你就有应。你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你要起心动念，退转了。阿弥陀佛，本愿为神，有这么强大的能量。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全都得佛加持。这最深了。自在。下面又不谋而云。没想啊。运是运作。今天要运作。一切无碍，为之自在。如《华严经》中讲十种自在，这个地方统统举出来了。这是示现在六道十法界的十种自在。第一个命自在，菩萨的长寿慧命，经无量阿僧祇劫住持世间，无有障碍也。正果的人能做到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能做到，生到极乐世界没证果，等于证果，这是弥陀加持，等于证果。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，有缘统统得度。佛菩萨就不住世了，他就入般涅槃了。还有一个有缘人还没度脱，他依然住在这个世界，要帮助这个人救。所以他的寿命长短自在。每一个人跟众生的缘不一样。所以与一切众生结缘，这也是学佛人必要的。你不跟他结缘，他将来受苦受难，你不能度他。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一定跟佛有缘。结缘的心要常有，结缘这桩事情
要常做啊，没有东西见缘，我笑念言缘，这就结缘了。像弥勒菩萨满面笑容，让一切众生看到生欢喜心，这就是结法缘。啊，第二，心自在，菩萨智慧方便，调伏自心，能入无量之大三昧，游戏神通而无障碍。啊，菩萨有智慧，为什么？智慧照见一切法空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智慧照见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智慧照见。因为你知道一切法的真相，所以你自然能调伏自心。调是调整，扶是扶住，啊，顺境不起贪念，逆境不生烦恼，啊，环境顺逆都自在，人事善恶也自在，啊，对善人对恶人总是一律平等心、慈悲心看待一切众生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，教化一切众生，啊，能入无量之大善。三昧就是禅定，大三昧就是大定。啊，大定是在哪里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眼见色得大禅定，不为外面色相所动。啊，相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是智慧。心里头如如不动，那就是大三昧啊，定慧等运同时起作用啊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啊，啊，游戏神通啊，能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没有障碍。那凡夫不行了，顺境起贪念，逆境起嗔恨，那就造业了。啊，佛菩萨不造业，连阿罗汉也不造业。啊，这就是把戒定慧三学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戒定慧代表一切法，一切诸佛之法不出戒定慧三学。啊，处处给众生做好样子，处处帮助众生醒悟过来，佛法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啊，佛法学的时候法喜充满。啊，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
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你享受什么？啊，觉悟了就有最高的享受。啊，他不动心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立思练心，不通过实际生活上的磨练，你怎么知道你有戒定慧？啊，只有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你才发现你有没有戒，有没有定，有没有慧。啊，持戒目的是得定，得定目的是开智慧，智慧开了，度自己，度众生。自他两利呀，啊，游戏神通而无障碍，这得大自在。啊，弥勒菩萨就是给我们做这个代表。菩萨真慈悲，在宋朝的时候实现，不带和尚。今天我们造像造弥勒菩萨，通通是用不带和尚。见到任何人，满面笑容，无尽的慈悲啊，所以在佛门称他为欢喜佛。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第三，自具自在，自具是自身之具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啊，衣服、饮食啊，医药啊，居住的房屋、交通工具，都是我们生活必须要有的。这叫自具的自在啊。菩萨能以无量珍宝种种自具严饰一切世界，清净无碍。那为什么心清净？心清净，没有一法不清净。啊，菩萨以无量珍宝，珍宝从哪里来？从智慧来的。啊，从修福来的，福慧双修啊。啊，有福才能庄严世界。啊，种种自具，庄严、装饰一切世界。啊，让现出世界清净相。这个要真正要靠真实智慧的教育才能做到啊。
那这个世界清净无染，人人心地清净。啊，世间有四生法界就做到了。十法界里头四生法界是清净无染无碍。第四个业自在，业是造作。啊，一切造作利人利己，不放在心上就自在了。要把自己所造作的放在心上就不自在了，就变成业了。啊，这个业不自在什么呢？感苦。善业感三善道，恶业感三恶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自在怎么样？虽然造种种业，什么都造，没有一个放在心上，所以心地清净，无染，他就得自在了。啊，好事坏事都不要放在心上，一定要记住，好事放在心上就三善道，坏事放在心上三恶道。你除不了六道轮回，你往生不了极乐世界。啊，好事坏事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理就不执着，不放在心上，即一切法，那就是业自在。啊，所以菩萨能随诸业，他能恒顺众生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无不自在，通通能随。啊，应时实现，受诸果报，无障无碍。我们凡夫看到，菩萨也在造业。啊，断恶修善，啊，享受的天人恭敬供养赞叹，而菩萨声闻都在享受这些，怎么样？不放在心上，都变成表法了。啊，天人的恭敬供养给人看，给别人看，做好榜样。啊，教众生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。啊，教众生放下万缘，一心向道，为世人世间不做过罪，不犯过制，不谤过主，不漏过税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爱国家，爱社会。啊，给社会大众，给国民做一个好朋友。
受大众的赞叹，没有那种欢喜得意的念头，若无其事，受了委屈，受了回报，或者受到伤害，决定没有报复，没有怨恨，也是若无其事啊，成就自己的忍辱波罗蜜啊，一切善，这个善行不放在心上，成就自己智慧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，般若不着相啊，着相般若就没有了。第五个，受神自在，菩萨随起心念，能于世界中事先受身无障无碍，这个就是生死自在。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众生有感，众生有求菩萨住持，菩萨就住持了。众生不愿意学习这个法了，菩萨就走了，就不见了。正所谓佛事门中不是一人，有时候有菩萨示现，这样众生很苦，没有佛法，菩萨示现学佛真心相求佛就来示现。佛为他一个人，他一个是当机的，其他的也都随喜，全都得利益了。像释迦牟尼佛出世，应以佛身得度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那么释迦佛旁边1255弟子，那些弟子很多古佛再来，很多等觉菩萨他们来看什么？来捧场的，来庄严道场让这个法会做得圆满，让众生看到生活关系这叫什么？影响众。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，这就说明家和万事兴。佛有没有障碍嫉妒？没有啊。这一类的众生，一些众生跟释迦佛有缘他示现佛身来得度，我们就敲边鼓跑龙套来庄严道场，都来。家和万事兴教化众生不能太多了，太多了把人教糊涂了，只能跟定一个老师，只能学习一个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是什么时候呢？开悟之后。没有开悟之前要求定，开悟之后就会一定是戒定慧三学首先持戒，持戒就守规矩
啊，不守规矩哪能成就？规矩里是最重要的。我常说，一个孝，一个敬，这是根，这是戒律的根。啊，没有孝敬，什么都学不成。啊，印光大师常说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你学东西能得多少，完全在你的诚敬心。这个不能不懂。啊，诚敬表现在待人接物，是人呢、啊、中国五德里头所说的啊，无常仁义礼智信，是人，人人君子，爱人呢、啊。啊，把孝敬父母、尊敬老师这个心用在对一切众生。啊，在佛法的五戒不杀生，他怎么会伤害人？这不可能。啊，第二个是意，意就是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能循理，理就是戒律。啊，自自然然不会违反戒律，做得那么好，做给别人看，身教啊，戒律是身教，不是言教啊，要做出来啊。啊，礼。相对无戒是不邪淫，啊，智相对无戒是不淫求，啊，这个智是全智。我们今天讲的理智，反面是感情用事，啊，不是感情用事，完全用理智。啊，后面心，心是不忘人，仁义礼智信呢、啊？这是五戒。啊，我们把五戒十善跟五伦五常合起来看，就明白了。我们应该怎样做人？怎样做一个合法的人、合格的人？合格的人说，来生不是人生。啊，做得好，升天了。所以，中国的五伦五常、四维八德，啊，可以报人生，可以升欲界天。欲界六层天，果报在这里，这个好 啊！这是世现受身无障无碍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了。